个善款的布施，那没办法使这个因缘送到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具有大众啊，在这边呢、啊、念佛功德，我们也能够回向给这个海地啊，这个离难的这个众亡灵，让他们具有这个佛力加持啊，让他们能够这个染上佛光加倍，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用最虔诚恭敬之心啊，来称念这句佛号，把佛号功德能够回向给他们。
方面。